又像牙齿和牙龈呢都痛了啊，大家想，实在在的，已经在地上了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毛茸茸的信息总是跟着啊，总是跟着啊，毛茸茸的信息总是进来啊，总是进来啊。毛泽东那个，他的灵魂呢啊，很妒忌，很妒忌，很妒忌啊，很妒忌啊，很妒忌啊。我应该对他这样说啊：如果你真的为很多人，或者甚至帮到外星人的话，外星人就会把你做大雕像啊。如果你没有为人类服务，为了自己或者家人服务的话，那就，这种事情想都不用想啊，只能这样说啊。虽然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了一个“中国民重新站起来了”，谁家站起来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人民没有站起来啊，人民没有站起来啊，把那些原来的社会阶层呢、啊，社会。那些绅士啊，一个一个被打倒了啊，从此社会，从此中国社会啊，就是成了一个流氓统治的一个社会，怎么可能跟你大雕像呢啊？怎么可能跟你大雕像？而且我这个大雕像是为了画一圈啊，不是为了，不是为了其他啊，不是因为其他啊，是画一圈为了外星人更进一步的。更进一步的。